我小的时候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那时候啊，爸爸是捕鱼的，捕鱼为生的，妈妈会拿那个粥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太贫穷了，小的时候苦啊，但是我就担心别人也会苦啊，哦，所以我想，刚才我能的话呢，我会帮忙他们，遇到瓷器呢，更好的团体，人多力大啊。要我们要帮忙更广更多人啊，这样咯，嗯。善人啊，他是化大愿啊，啊，因为要度化众生，所以他就创造这个瓷器咯。上人时常讲，不知道是明天见到还是无常见到，我们就尽量不休息咯。不管是什么，瓷器的感恩父有事情，要去帮他一把。嗯，不是瓷器的感恩父，好像在马路看到，我们也尽量要做到啊。就是善人不舍众生苦啊，我这真的是学他啊，因为他度众生啊，我是爱众生啊。我就跟着善人去爱善人所爱的人，要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慈济的团体。我的身边的人呢，时常我们去跟他聊聊，做朋友啊。我们可以摸到他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不能的话，他可以做慈济的会员也没关系啊。善人有什么挑战？他都好像没事这样，他也都可以过的，因为他为别人啊，不是为自己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我遇到真的挑战啊，他并没关系啊，我还是慢慢去度，跟他们讲，该阳公，这是我们的亲人，感觉自己的亲人怎么样啊，也是要去啊，也是要行啊。